谢谢我那人，我也永远放在我的脑海里，很感谢他。毕业典礼我几乎都没有出席，像读幼稚园的时候啊，就是太太去就出席，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很忙，可是家庭还是很好，我已经相对的很满意了，没有疏漏到小孩的教育啊，或者他的成长。谢谢我那人，他是等于是非常非常照顾教育这些小孩。